大家好，我是老雷，这是一条人工养殖的鳄鱼尾巴，今天咱们把它剃了。滚！我连鳄鱼连本人不都给了，还是我自己来吧。鳄鱼肉，哎，先给鳄鱼穿一下水，放了大葱，放了姜片，放了飞哥的飞机。小兄弟，我先给你点，一会儿冷点化。不用惯了，专业。做花卷，弄点白面，放上一点酵母，用温水和，容易发酵啊。水开，学一下沫儿。这个面和好了，好嘞。把鳄鱼再洗一下啊。来，起锅烧油，放上葱姜蒜。葱姜蒜炒香之后，爬肉酱，搞你个！八角、八角、干辣椒，还有十八种香料，搞你个！嘿，哎呀！情感经验，干你个！鳄鱼，干你个！哎，鬼吧，我的小宝贝！小丑，干你个！不要钱的好友，干你个！老头，干你个！味精鸡尾胡椒粉，白糖，干你个！忘情水，干你个！大火烧开，小火先对上四十分钟，咱们做个花。这是不是有点儿有点儿来一滴多咸盐，再来点辣椒粉，再来点葱花。放入花卷，再没了再吃一道，开干。花卷更没辙啊，精华全在花卷里面呢。真能吃吗？花卷，是吧？